像不是听到很多韩国有没有南北韩不是鱼雷对对干吗？对对对对对他们是播报两岸之间，然后他们前进播打中那个船就蹦一声啊，好自在的意思。最后是模仿韩国女生团体的《彩虹时代》了。天哪，没想到所有团员竟然是九个大男生呢。